肯定是有人在恶作剧，都别看了，回去工作。心雨，下来呀！心雨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下来呀，心雨！我下去看看。 小姐，我喜欢你。今天我要当着你所有同事的面向你表明个真心，做女朋友好吗？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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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
我下次尝试尝试。下次，宋总，我拜托你，真的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喜欢一个人没有原因，不喜欢也是一样的呀。哎，亲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亲家。哎呀，你答应我吧。哎，宋总，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大家，哎呀，你就跟我在一起吧，我是真心。 喜欢你啊！你说的很清楚了。哎呀，我真喜欢你啊，亲家！哎呀，亲家，答应我吧！你就答应我好不好？你就答应我亲，好不好？你就答应我，大哥，你就答应，快点处理一下。哎呀，就答应你，快点！啊！你干什么？啊！ 你知道我谁吗？你没事吧？当然知道你谁了，天河建工的宋总嘛。我可是你们的客户，我要投诉你。欢迎来投诉。我在想啊，你能投诉我什么呢？我既没打你，也没骂你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。而且如果你不投诉我的话，我还要到贵公司投诉你，职场性骚扰，破坏公共环境秩序。我哪性骚扰了？我哪破坏秩序了我？这么多人都看到了。 这里连烟都不让抽，你还点这么大火？你看看你把这地弄成什么样！你这么一闹，现场全是围观观众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荣鼎资本燕飞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欢迎随时骚扰我。啊！我记住你了，记住你了。 宋总，你干什么？把你的爱带走。来了吧？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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